他闺女不正常，有毛病，你知道吧？就为这个病啊，他们两口子专门飞到美国，强行把他给带回国内的，就回来就回来吧，天天天天的，就缠着我们家一通。我那个傻儿子啊，为了他就把学都给退了，我儿子的前程呢？ 我儿子的前程就被陈娇蕊给破坏掉了。案发当晚，高一彤去过他们家吗？那不可能，因为我跟他说了，他要再敢去招惹陈娇蕊，我就打死他。娇蕊，他伤得重吗？陈娇蕊已经脱离生命危险。 瑞瑞，那他养父母的事情，你听说了吧？知道，他们俩死了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俩可以在一起了。那天晚上那么大的动静，你难道一点都没有听到吗？ 没有，我习惯戴着耳机睡觉。我现在可以见着他了吧？现在没有人会反对我们了。仔细搜查，不要放过任何角落。好好。 高一彤，你自己看看，凶器上面有你的指纹。我经常去他家，他家里有我指纹，不奇怪吧？这是打死他养父的凶器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可能拿他的球杆玩过，是上次去他家的时候，还是上个月啊？我记不太清了。你买个高尔夫球吗？小意思。老头子新买的杆。 我可以回家了吗？你现在是犯罪嫌疑人，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？你还得再等等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杀人。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啊？凶器上现在有你的指纹，你还有作案动机，现在所有的证据都对你不利。那我怎么才能证明我没有杀人啊？好好协助调查。
有什么说什么，任何跟案件有关系的，大事小事全都说出来。我说，高一彤怎么说？这个是高一彤电脑里的照片。高一彤说，他跟陈娇蕊每天都背着双方的父母约会。两家冲突那天也是一样，但是高一彤说，陈娇蕊在那天比较反常，跟他吵了起来。陈星海是听到动静之后才把他轰出去的。如果高一彤是嫌疑人的话，他这么爱陈娇蕊，为什么要杀他养父母还伤害他？相爱相杀。别闹。但是高一彤说了一个问题，我还是比较在意的。怎么了？陈娇蕊的家庭并不像外人眼中的那么和睦，她跟养父母的矛盾还是有很多的。那就再找陈娇蕊问问。好。你们不要听他胡说，是他一直缠着我不放的，我也很烦。而且什么？他说我的养父母不会真心对我好，我挺害怕他的。他这人特别狠，我怕他伤害我。那你和你养父母的关系怎么样呢？很好啊。那你为什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？因为我实在是太想他们了。你上次说你追着凶手从二楼跑了下来，他打碎了花瓶，你紧紧跟在身后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当时穿什么鞋子？我没有穿鞋，我光脚的。我能看一下你的脚吗？看脚？为什么呀？这只是例行检查，请你配合一下。谢谢。这是做什么呀？是例行检查，你正常走过来就行。你接下来跑几步？跑。上床休息吧。按照陈娇蕊所说的，在案发当日，她追逐凶手，凶手打碎了花瓶，她紧跟其后追出了房间。案发现场到处都是碎玻璃，如果她真的是光着脚在背后追的话，她的脚一定会有划伤，但她脚上没有任何被划伤的痕迹。根据现场取得的证据来看，陈娇蕊的血脚印是在碎玻璃之下，由此可见是陈娇蕊先走过去，而花瓶在这之后碎的。陈娇蕊走路的步幅大约是65厘米，而她跑步的步幅大概是在1米左右。如果是在追逐过程中的话，步幅可能会更大。
可是根据现场留下的证据来看，他的步幅大概只有65厘米，所以他在现场并没有追逐凶手，而是在悠闲的踱步。李学凯，你哪有什么发现？陈娇蕊说她是躺在床上被刺的第一刀，但是床上并没有大量的喷溅型血迹，而床边的血滴是圆形的滴落型血迹，滴落高度大概是80公分，所以说陈娇蕊应该是坐着被刺的。这个陈娇蕊没有说实话啊，那你说有没有可能她是跟高一彤一起作案的？和外人联合起来杀自己的养父母，为什么？胡倩，陈娇蕊的通话记录查到了吗？查到了，头。陈娇蕊和高一彤的通话记录十分频繁，在晚上8点和10点都有过通话记录。但是在案发后的几天，高一彤又给陈娇蕊打电话，但是陈娇蕊一直没有接。这个人是谁？这个机主是刘芝芝。陈娇蕊和刘芝芝在这半年以来，他们通话都十分密集。10:46的时候，陈娇蕊和刘芝芝通了5秒钟的电话。然后在陈娇蕊报警之后，警员到达之前，刘芝芝又和陈娇蕊通了一个电话，18秒钟。最后陈娇蕊住进医院以后，他们两个有没有通过电话？没有。查一下这个刘芝芝的资料。好。喂，妈。刘芝芝这个人你认识吧？不认识啊。陈娇蕊周围的朋友你都熟悉吗？不熟啊，我们平时都是单独在一块儿，他也没把他周围的朋友介绍给我认识啊。我可以洗清罪名了吗？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呀？你们是不是可以证明我的清白啊？那得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千真万确。我们是不会冤枉好人的。刘芝芝，今天请你过来呢，是想让你协助我们调查。好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陈娇蕊，认识。你们是怎么认识的？在医院。我也有睡眠障碍，定期在精神卫生中心开药，在那儿认识的。你跟他很熟吧？算不上吧，顶多算个病友。我看这个通话记录，你们最近的通话很频繁。是打过几次电话，不过说的都是看病的事。你知道他们家出了什么事吗？不知道。他的养父母被杀了，陈娇蕊也差点死。哦，在案发当晚12:40，你们两个还通过电话呀？陈娇蕊家你去过吗？没有。从来没有。从来没有。我们想要提取你的 DNA。凭什么？配合警方办案是公民的义务，你知不知道？说一下你的住址，我们要去搜查。注意查仔细了。是，凯哥。怎么样，有什么发现吗？我去那边。好。有什么发现吗？还没有。段阳，把物证带走。是。先拍一下。有指纹。
上队，刘芝芝的 DNA 和现场玻璃碎片上的血迹一致，帽衫和睡衣上都检测出血液样本，属于陈星海和陈娇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忙。好。你没去过陈娇蕊的家，为什么在陈娇蕊家会有你的血迹？在陈娇蕊家的车后备箱里面也发现了你的呕吐物。看看这个，案发当天你穿的帽衫，我们已经在你家里找到了。经过分析，上面有陈娇蕊还有她养父陈星海的血迹。在陈娇蕊报案之后，你们曾通过电话，你们聊了什么？我不记得了，那天我吓坏了。你是不记得你们打过电话，还是不记得这个人呢？刘芝芝我记得呀，他是我病友。就只是病友吗？你们俩聊的可不止这些啊。你自己看看。你要知道，有些东西，就算你删了，我们一样可以找回来的。是他们一直要伤害我。陈娇蕊说她养父母会伤害她，把她从国外绑回来，而且他们还软禁她，虐待她。他们当我是神经病，他们嘴上说爱我，然后他们一直看着我，他们老给我看病，他们骚扰我，我一点都没有自由。提到这些人我觉得好难受。刘芝芝说一辈子都不会好了，我怕他们会杀了我。陈娇蕊向我哭诉说，只要她的养父母还在，她每天都在煎熬。你们也发现了吧，其实凶手就是刘芝芝。那为什么之前你不说？因为我害怕呀。之前你告诉我们你报警的时候，并不知道你的养父母已经死了。他们怎么样了？你的养父母已经过世了。嗯，他跑出去之后，我就立马报警了。我没有来得及去查看我父母的情况。是吗？听听这个。你不是说你在报警的时候并不知道你养父母的情况吗？我不知道呀，我就是猜的。他是那么狂躁的一个人，他杀我，可是我爸爸妈妈都没有来救我，那他们就肯定是遇害了呀。你的养父陈新海是在书房遇害的，他的座椅是面冲着门，而凶手是拿电源线绕到了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。是什么样的凶手可以绕到他背后而他没有防备呢？陈星海被电源线勒住脖子，同时他的胸腹部还被刀刺伤，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动作。而且你知道你养母一直有吃安眠药睡觉的习惯，对吗？我们又再三检查了别墅，在你卧室的洗手池我们发现了大量被冲洗过的血迹。你告诉我，什么样的凶手杀完人不着急离开，而是去你的卧室洗手啊？
喂，你等等。我说你行不行啊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爸，还不睡呀？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们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但毕竟是他们把你养大的。他们是收养了我，但他们根本就没有爱我。我小时候就把我一个人送到国外去，我好不容易习惯了，他们又想来管我。只要我不听话，
他们就说我疯了，要把我送到精神病院去。刘芝芝跟高一彤在这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？高一彤，他是个胆小鬼，什么都不敢做。爸，叔叔，你们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叔叔，别打了。不过我运气不错，我碰到刘芝芝。刘芝芝才是个神经病。可是你那一刀差点伤到你的主动脉，你差一点真的死了。死了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从来就没有真正活过。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娇蕊的情况。走吧。